每一颗鸡蛋加价15元到20元的新台币，对吧？对于民进党的官员来讲，可能呢确实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，确实关乎他们的日常生计和一日三餐。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真正从民众的福祉出发，把民众的安危冷暖呢时刻放在心上，及时的回应民生的关切和诉求。